主料：黄豆芽100克，辅料：油、盐、食醋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黄豆芽洗净，锅中放适量油，放入葱花爆锅，倒入食醋煮沸，倒入黄豆芽煸炒，炒熟盛出。烹饪技巧：放醋比放酱油更健康更好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